家好，我是谢博少，祝最强市民标 5K 五周年生日快乐。我即将担任五周年场的配速员，那这是我第一次担任 5K 的配速员，所以我心情觉得是蛮紧张，但是也是蛮兴奋的。今年测过最好的成绩大概是20分43秒，大家猜一下我这次要配几分速呢？无论如何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跑 5K， 然后跟上我的速度哦。